怎么样？你顶不住了，什么意思？要退了吗？刚抽完连合成都不能出蓝，没事啦。你看我等一下多飞。喂，李秋意，你要不要先转过去一下？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是蓝的，他一定是蓝的。你的深渊抓住了。啊，蓝色，蓝色。这是我受伤的总数。凯西。各位，我跳不跳就看今天了。来个两红，这样这礼拜还有三红。我们先开我的职业好了，法师。啊！这四个机会了，五个出几只？五个出两只算赚嘛，对不对？最少出个两只吧，来。虽然世界树的叶子枯萎，女神的笑容消失。一只，再一只吧，再一只吧。就如同经过数百年也能保持不变的这风景一样，因为你的灵魂成为了永远。不用跳了，不用跳了，不用跳了，再一只吧，再一只吧。再一只，再一只。大地的女神非常公平。哎，所以我这次扣掉保底的话是四红嘛？敢直接收吗？全部都收拿纸变吗？好，就这里了，就这里了。风水宝地，风水宝地，究竟能不能合纸呢？哇，第一次合纸的感觉好不一样哦！但好想要，我好想要，我好想要，好想要！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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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若有想要的，我就会拥有，以大家满意的代价。好空虚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好空虚啊！怎么办？我想要转了一次，我想要转第二次哎。好奇怪的感觉哦，在骗我钱吗？一二三四三，好，全绿，一张卡池都没补到。哦，这样我只能合一次哦。大地的女神非常公平，会拖入弟弟的生命。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巢穴。他什么意思？要叫我再炸一次出来吗？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。Two hours later， 好，来。这个就是宝珠限定池了。我们抽几万钻啊？我有十二万。好，先来一个，先抽个，先抽个几万。抽到一金为止，抽到一金为止。不过这次怎么都没有金色的、啊？哎、欸，来了！我不会是我想要的那只法师吧？不会是我想要的那只稀有法吧？稀有红法吧？啊啊！哎、欸，可以，这可以。奇怪，我怎么抽到一个蓝的很开心啊？好奇怪啊！
给个金的。你不用担心，我平均十万一红，那个红还是合成。哎，妹妹，我这个号不一样啊，我这个号不一样啊。一个金，拜托了。哦，有了。好，给个红的，这个给个红的，我要红的，我要红的，来吧。嗯，可以，宝珠，给我一个红宝珠。三蓝，好，还可以。两蓝，一二三四五蓝，两蓝，所以会不会这四万钻连一红都没有啊？不会，不会的，我不会那么衰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的，我很快，咚咚咚，哒哒当。摘一红就可以了，摘一红。一金很好，宝珠，给我吧！一起彻夜祈祷。啊，来了，不是。执行选址的一小步。不是，不是你啊。哇，巴纳明，看这只好香哦，哦，这只好香哦，无心流，感谢你的抖内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！我啊，捡到一百万的感觉哦，没有没有，比捡到一百万还要开心，比捡到一百万还要开心，我都快说不出话了，我想停在这个画面一辈子，哎。这个画面好漂亮哦，我看我真的舍不得按离开耶，哦，太爽了，真的太爽了，我们也不用拖时间，法师，我要法师。命运的循环中有着最初跟尽头，完了，一生的光荣及死亡的破灭都是神所决定。完了，宝珠，宝珠这么早来怎么办？干，怎么办？干，干，宝珠怎么会先来啊？哦，不不不不，不熟不熟不熟，我不太可能玩物理角啊，我连收藏都全用了。我知道，我们等一下无心流，我们先买一把弓，好，然后我们去那个。细节细节，我们去打怪去打怪。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称职的弓箭手了，我现在已经称职的弓箭手了。我要法师，我要法师，我要法师，给我吧，给我法师。我女神沉睡的湖上产生波动时，微臣，我不是要弓箭手啊，我要法师。给我，我真的很想要，我真的很想要。燃烧的魔法火花将成为不灭的未来，我的王国会永远繁荣。
哦，我快不行了哦。